我们能够融化木头吗？或者说液态的木头你见过吗？今天这个小伙子想要得到一些液态的木头。我们都知道物质的熔点远远高于其燃点，所以当你直接加热木头，肯定等不到它融化，它就已经熊熊燃烧起来了。木头里面含有众多纤维素和木质素，这些物质都是大分子，而大分子通常具有更高的熔点，所以为了使木头加热的同时又不产生燃烧，小伙将借助真空室来隔绝氧气，然后用超级镭射光加热，看它能否融化。可以看到木头产生了一些烟雾，它们从聚焦点坠落下来，似乎产生了碳化反应。这些棕色的油性物质叫做木蜡酸，里面黑黑的那坨就是焦油，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。于是小伙儿决定用冰块来冷凝木头加热后所得到的那些烟雾。玻璃瓶内壁上已经布满很多液体了，那些就是被分解的纤维素和木质素，而那些气体则是氢气、一氧化碳、甲烷、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混合物。通过管子里收集到的冷凝下来的液体，它闻起来很刺鼻，是一种易燃液体，可惜它不是融化的木头，它主要是分解之后而又未燃烧的木头。因为木头在氧气中燃烧，在真空中分解，所以我们无法融化木头，它是一种非晶体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在下方积极参与留言讨论，想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关注。